各位朋友，今天是礼拜六哈，大家假日早安。今天一大早要跟大家做直播分享的车种别是 Focus 的 MK3， 这一台呢是 1.6， 然后底盘呢原先就已经做一点点哈，一点点的基础改装，譬如说前引擎是拉杆是3米的，然后原厂避震器是配eSpring 短弹簧。那今天的工作呢是要把它换成一整套的 KT 道路版的避震器 Focus 三代 1.6。 阿叔早安。这台是 1.6， 然后前面的话哈，我们针对 Focus 三代的话，前面的弹簧公斤数其实有分了两种哈，一种如果是柴油引擎哈，或者是 2.0 的话呢，或者是 1.6 哈，就 1.5 涡轮都是配置8公斤。那如果是1.0的三缸引擎的话呢，就会把它换成前面7公斤的弹簧。那这台 1.6， 所以前面的话呢会配置8公斤，后面的话呢是用6公斤。那这一台的原先装了eSpring 短弹簧的话，前面是大概2指，那后面是大概前面2指半，后面2指。啊，等一下呢，需要把前面降成1指半，然后后面的话是1指幅哈。这个是三代哈，三代的刹车油管固定位置。那这里的话是离载串，这边的话是前面的 ABS 感应吊架哈，这些吊架呢都有符合原厂的相对的位置哈。这个是原来有安装的3米的拉杆。然后三代的话哈，它前面的话要调成阻尼的话呢，就稍微比较不方便一些，因为三代的前面的维修孔哈，是在雨刷架的下方。好，这里爬上来了。这里的话哈，避震器上座在这里哈，那里面的话呢，我们有副上座啊。使用的轴承是日本的口右轴承哈，在这个上方，所以里面的话呢，要调整阻尼的话呢，就稍微比较不方便一些，需要再把三代的话，需要把这个的四盖哈，把它打开，才有办法做阻尼的调整。啊，这一颗动力是 1.6NA 的三代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后面。这是前面是配置8公斤。这边好了哈。好。那后面的话哈 ，Focus 的二代哈、三代啊，它的设计的话是，后面是多连杆哈，是拖曳臂多连杆拖曳臂。那它的弹簧跟避震器是分开的，这里的话呢是调整机构，高低的话是从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做高低的调整，那等一下呢，预计的哈，后面的话大概1指幅左右的高度。这是后面的筒芯，后面的话哈，阻尼调整呢是在上面后行李箱里面，等一下再把镜头哈拿到行李箱里面跟大家做介绍一下。这是后面的筒芯哈，它的行程也比较长一些。然后上座的话，我们都有附上座，看到银色这个哈，就是我们所附的上座。那防尘套的话哈，是全罩式的防尘套啊，那这里不容易积水哈，比较不容易生锈，会对后面最脆弱的这个活塞杆哈，会做全面性的保护。好，这是后面的筒芯。上去，好，来，这个是后面哈，后面行李箱里面呢
上座呢，镜头可以，好，上座的话就在这个地方嘛，所以穿过上座之后呢，我们会在这里呢戳一个小洞，直接从这里哈就可以做阻尼的调整了，所以后面的阻尼调整，对 Focus 三代来说哈，比前面还要来的方便一点，所以我把它调整一下阻尼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好，所以后面的话呢，一样哈，顺时钟它就会变硬嘛哈，逆时针变软。所以这个阻尼都是可以调整的。来帮锁后哈做阻尼的调整，这个调整杆那么高，应该是没有卡到哈。来，把它调到15段哈。那个上面站好，放车。你要放车哈。这个是右后哈，都装到差不多了哈。后面的这样的悬吊哈，如果呢有要降低幅度比较大的话呢，都会建议哈，建议要改仰角调整器，或者是这一个竖角调整器哈，让它的定位角度呢能够微小的空间比较大。就比较调整到正确的角度，就比较不容易吃胎。啊，KT 的像一般道路板，我们配置的里面的阻尼油的话哈，就是用意大利 IP 的阻尼油，一般是用道路板是用 5W 的，里面的油封。好，里面 KT 所选用的油封呢，就是日本 NOK 的油封。这台前面的话，等一下预计的车高哈，大概是一指幅左右，一指到一指半，几乎是差不多已经最低了。你的后面。左上方调整那个 OK， 对，要再设定一次哈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车底哈，这一条呢是6公斤的弹簧哈 ，Focus 后面6公斤，之前有配置过7公斤，但7公斤的话有一点比较硬朗哈。这个是后面的阻尼调整机构，Focus 后面有一个特殊安装的技巧哈，就是啊，它的弹簧呢，千万不能预载过多。一旦预载过多呢，乘坐感不好做之外哈，还有筒身的寿命会因为敲击有异音，异音之后就会造成筒身的寿命缩短。所以后面像这样的悬吊系统哈，它最主要的安装的技巧哈，就是像 Focus 上面。要把原厂的上橡皮把它拿掉，然后我们有附一个上橡皮在里面，然后就是筒身调整的长短特别重要，
童生一般来说祭司不可能会调得太长，因为太长的话它整个弹簧就是松松的，会有异音，也有会造成危险，所以一般来说安装上的失误都是筒身呢调得太短，把弹簧的预载压的压缩的过多，造成过度的弹跳，所以后方的弹簧调整预载才是这一台车安装的精髓，就是预载大概3mm到5mm就是刚刚好了，不能再预载过多，所以筒身调整长度呢是像这样子，弹簧跟避震器分开的结构啊，是最主要要技师要安装时要特别特别注意的地方。下方的孔径的话哈，在安装的时候就要对准下方的那个孔径。所以这台车安装上，特别要请技师注意的呢，就是后弹簧的预载幅度。那前面拆装的话，有几个重点，只有那个特工嘞哈。前面安装的时候，这种那个独立式的麦花臣哈，一般来说，我们把后面这颗螺丝把它拆掉之后啊。它的羊角是有一个间隙的，要把羊角撑开之后呢，它的羊角才有办法把它拆开哈。跟一般日系车从旁边锁两颗螺丝的方式呢比较不一样，这样的底盘设计比较像是欧系底盘的结构设计，像E46还有E910的系列呢都是这样的悬吊系统。好了，好，那后面安装其实也差不多了哈，就要准备上台要做路试。这是后面的阻尼调整机构，放在这个地方就很方便哦，不用再把变速器卸下来做调整，要把行李箱把它打开就能做调整。现在准备要上台了哈。右后我有调整好，左后你有调整吗？没有哈，好。左后把它调整到15段了。像这样呢，就是顺时针就会变硬哈，有一格一格的手感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好，所以现在的调整段数呢，前面跟后面都是个别刚好是中间值。KT 的版本呢是30段嘛，那现在的话前后都刚好调到中间值，都是15段的位置。这条应该是固特异的 F1， 2154、57。但 Focus 记得好像不是这个规格，好像是2150、17才是正确的，忘记了。这条是固特异的 F1， 德国制的，口碑不错。Hello， 安师你好，这台的底盘跟你比较相近的哈，这台是 Focus。这条轮胎因为后方手摸起来有点波浪状，一般我们说俗称的跳花了哈，后方有点跳花，所以噪音就会比较大一点。前方磨耗的还蛮漂亮的。安氏周末愉快。所以这个后面的话就建议了哈，如果没有上羊角调整器或者是束角的话，建议把吊胎的频率啊把它缩短。
那等一下前面上面就先不装了哈。因为安装已经差不多告一段落哈，等一下降下来之后就是做微调跟路试了，所以今天的 Focus MK 3代 1.6 安装 KT 的道路版的直播分享呢，就大概到这里。那如果FSC 哈，因为 Focus 的话很多 FSC 的车友对我们 KT 的产品呢都有兴趣哈，如果有需要做 Focus 的试乘哈，可以跟我们的小编联系哈，我们工厂里面呢有 Focus 的。也是二代的哈，是 MK2 的试乘车呢，可以让大家试乘哦，在台中。那如果对 KT 的产品有任何的问题的话，也可以跟我们小编联络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